挑战偶像，这首歌我要定啦！现在年轻人都不唱这种歌。春夏秋冬，为何你袂开阮的梦？想你的歌。观众怎么乱跑进去？喂！就很好了，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可以做，广播。露露也是出唱片吗？对啊，军事，对，都真不要脸。对你爱爱不完，太帅了吧！今天的表演让我瞠目结舌。我可不可以加分啊？破表了！你怎么可以骂人？有没有？他有没有说破表？破表？他真的是骂人吗？耶！我跟你讲哈，人要红就是要歌要重。哎呦，对，很多歌手一辈子找不到一首好歌，主要的要洗脑，要洗脑。对，能够像我这样找到差不多20几首好歌的，这不多。7月28号，没有人这样子演唱会，一开场就是对不对？哎哎，你讲的好像我说谎一样，对不对？屋顶算不算好歌？好，算，对不对？对不对？好听，好听。就让他们几个年轻朋友，他们要来挑战。第一位，文馨是吧？哎，是是，哎，宪哥，好久不见了，文馨。文馨，文馨，是就搞庆功啊？对呀，对，歌获奖。谢谢，还是我的奖，恭喜得奖，金曲歌王，金曲歌王，第几届？金曲奖，第22届，对，建国100，唱出建国100，最佳。平常谁会去记得这100年？然后自己得奖以后就100，对呀，因为他怕你要再去，他怕他有奖励。很棒啊，好久没看到你，身材是维持得很棒啊。对对对，还是要维持，因为那个颜圈是现实的嘛，就是外表还是要保持一下。对对对，对啊，但你的歌艺已经真的是很棒了。没有啊，还有许多地方还要需要跟宪哥学习。因为宪哥也算是学长。我是第六届的啦。第六届，哇，好久。那个，哎，我没有，你过时了，Old School。三出局，不要随便接话。年轻人要懂得接话。没有，第六届就好，哇，好久了，真的，好老哦。现在都已经20几届，28，前面还有5个更久的。对，更老。新歌叫做《丢告家》，然后这张专辑的名称叫《爱若是》。像哪一个那个挑战歌神？今天挑战的是那个蔡小虎大哥。好，你敢跟他抢？敢抢？我要跟你挑战，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经典的歌曲，你唱了不听了。可是现在年轻人已经都不唱这种歌，态度要出来。对，现在年轻人都不唱这种歌，那个太老了。对，太老，太久了，太老了，太久了。那现在呢？我就给我来改编它。对，相信一定可以变成2018 KTV 最佳点播率的台语歌曲。哦，漂亮，漂亮。哇，哎，凶哦，蔡小虎，凶猛，哦，他会来吗？他唱的是比较，他会看，挑战过关的话，他就出来。一起来看看这原曲《春夏秋冬》的，来。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蔡小虎每次演唱及出国表演必点歌曲，这首歌也代表蔡小虎心路历程。他这种唱法是老师应该算有一点 enga 味的，稍微带一点点，但是没有那么重，因为这个歌本身不是那么 enga 的。但是你要挑战小虎哥啊！哇，对，所以我请尊重。你那个进可攻退可守，哎，对不对？你算是比人之前一点嘛。是，你现在如果挑战小虎哥没有成功的话，未来还可以挑战小虎姐。小虎。小虎，加油！好，加油！春夏秋冬，耶！不留
飘的春风伴阮流浪，孤孤单单，谁人体谅？我在他乡受尽风霜，你在故乡就爱保重。中秋月明露水重，山顶的瓜芒也已经红。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为你的思念。哎呦，为何你袂开阮的梦？叫你的名，你马上就到这，明明前路不怕风雨，美梦已经心头，是你教我无法度牵手的依靠。我逐天想你想来想去，想到睏袂去，睏下秋冬是人病嘛，我都放袂记。我逐天想你想来想去，想到放袂去，睏下秋冬过一年嘛，我烦恼放袂记。想袂。我梦也已经红，已经红，已经红。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对你的思念，为何你袂开阮的找到这个锵锵的、啊，对呀、啊，好可爱啊！刚刚从那里出来，我们以为要被喊卡了，你知道吗？然后观众怎么乱跑进来？对，你是从那里出来的、啊？哇，不是啊，不是，你从那里出道的？哦，我在参加比赛，加温迄公司哦，迄即节目嘛。哦，好好。啊，唱了一个迄 cipher 啊。cipher 饶舌啊。Oh. Yo yo check it out yo、oh, yeah. oh, oh, 你好冒险哦、啊、你出奇招你刚发片呢、欸、出奇招我们在一堆你来就对了啊我们正在出唱片呢、啊、你做这么冒险的表演呢 啊不错他心脏很大小文老师文艺刚出来的时候我看他的服装我以为要学 Michael Jackson、欸、对、所以如果说我们用 Michael Jackson 这样子的节奏感来唱春夏秋冬、哦、那就中了嘛可以来有阿咪老师在你怕什么来来然后身体的律动 Gro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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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节奏节奏我要为春风红哎呀特别啊家滚流浪这样很对耶小温馨我不断我想听整体的表演的 grooving 要有，你刚才那个出来身体僵掉，僵硬，对，僵掉了，对，啊，跟你的歌没有他出来以后，哇，更僵，是那个气焊僵，对，有多僵你知道吗？是僵僵僵僵，准备好了给分哦，你可以一到五分，后面一票一分，三、二、一，请给分，哦，这个过关了吧？哦，他过关了，对对对，所以可以。一个那个黄小虎老师，不是蔡小虎老师的、啊，可以，还有恭喜恭喜，好棒啊！直接就可以了，春夏秋冬，属于你，请签名，签我的名字 ，Sign your name， 好，哇，哇，好酷哦，好，好，送给你了，红石可以带我，好，恭喜两位，谢谢，恭喜，哎哎哎哎哎，来，来，下一位谁？下一位挑战者，哦，王炳祥，炳祥。他就一首歌，然后就开战成名，对，一战成名，接到了跨年的，来，哎呀，你还接到跨年演出，因为嫂子卖饺子，这个是这个是扑克牌子，哎呦，做成扑克牌的样子，哇，很特别，这真的可以玩哦。它是一只随身碟，哦，对，也不是悠游卡，对，因为想说那个 CD 怕大家回去找不到东西播，来来唱一下，好，预备，请。
这次要挑战的是周杰伦。哦哟！我小五年级的时候，我就会把他的喜欢拿他的歌来改，改他的词。哎，对，那那个时候呢，都只能就是改改词，写在笔记本上面给人家看。那我现在呢，我有能力自己把音乐完成，对我可以真的把它做出来，然后漂亮漂亮。对，所以杰伦哥，你就回去好好顾小孩，哇，陪你漂亮的老婆。对，那。我来把这个宅男的精神发扬光大。这样子听起来，他不是来跟杰伦呛虾，他是来致敬致敬的，不是，他是来呛虾方文山，对吧？他都改词了，词对。哦 ，OK， 那没关系，我们看一下双截棍，好吧？来来。双截棍收录于个人第二张专辑《范特西中》，是周杰伦出道近二十年来经典代表作之一。亮光亮光宅男，亮光亮光，亮光亮光宅男，亮光亮光。要是挂腰带才不会忘了戴，眼睛几千度，因为看很多处，我不在乎你很想哭，要改变我是不可能的任务，烤肉带水壶才不会食物中毒，卡罗罗的球因为我头很坚固，我很舒服你很辛苦，心里面住了一只怪物，时尚教主心甘有物，搞不好是母老虎，我的错误不会让我苦苦，对我笑让我好幸福，让我们一起亮光，泡在浴缸还有小鸭鸭，不要怕打一点光，越进广场我就是型男，让我们一起亮光，一起上网，一起窝在家，冷气开很亮，我叫个爱当当，跟着杰伦一起大声唱，快使用双截棍，快使用双截棍，外面的脏东西，在家里练太极，快使用双截棍，快使用双截棍，全班上手不及，维护世界和平，一身正气。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得幽默有样，什么兵器最习惯，双截棍肉中带钢，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他的每一张专辑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歌词跟旋律我都改得幽默有样，什么歌曲最习惯，双截棍肉中带钢，想要有一天写一首歌跟他合唱，错不错不错，感觉还可以嘛，感觉啊，老师，这样行不错哎，真的哈、啊，感觉真的不错，啊、不是问你啦，啊、是哥，怎么样？改的怎么样？改的怎么样？我觉得还不够臭屁，哦，要再臭屁一点，比较客气一点，稍微谦虚，因为他今天真的用一个小歌迷的心情在唱他偶像的歌，对，所以那个字数还不够。但是我发觉他讲话跟唱歌也有点判若两人。刚刚讲话你知道怕怕的，黏黏的。哎，结果那个音乐起来，哎，蛮有自信的。哎，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自信还要再增加一些，更多一些。是是是，来，十六票以上你才可以这个拿到这张大碟，有没有机会呢？来看一下，三、二、一，请给分。22，三十减八，二十减八，二十二，没错，对对对，二十二，二十二，三十减八，二十二，三十减八，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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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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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过关！谢谢，谢谢哥，谢谢你们，谢谢。谢啊，哎，你的眼镜忘了还你，谢谢皮。谢谢哥，谢谢。你看我这样丢，人家刚刚就丢，人家是表演呢、啊，表演，人家是表演。你干嘛太笨？我也送眼镜多。不是啦，来来，下一位，下一位。哎呦，恩女，恩女，哇哦，恩女来了，哎呦，哎，新专辑，对，恭喜恭喜，哎，太棒太棒，谢谢谢谢谢谢。哎呦。
谢谢。哎呦哇，哎，对，有没有看？结果每一个来都是出唱片，哇，但是我们节目啊被让人家打歌，我们打得心服口服，他们是有准备有表演内容东西的，对啊，对不对？新歌叫做Burn， 而且主打歌叫 Burn， 燃烧，对，燃烧吧，直接呛他。要跟谁呛？来，我今天要呛下的是周信哲的周星哲，周星哲的以后别做朋友。因为呢，其实我之前跟周星哲曾经合唱过《你好不好》，那那时候也很多观众说，哎，耳朵怀孕了，而且很好听。然后呢，那时候大姐也说，真的吗？我哎是真的。然后那时候呢，大姐也说我是女生版的周星哲。哦，对。然后呢，今天呢，我要大家说，周星哲是男版的。我又来了，我会掉粉了，我会掉粉压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曲。哎，好。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电视剧《十六个夏天》片尾曲，主歌八句，两两互为因果，每两句情感更为浓烈。副歌的梦境呼之欲出的呈现，留给听众略带遗憾感伤的想象空间。要相处哦，你就在相处。一开始出来，这貌不惊人，然后慢慢相处以后，觉得他有他可爱的地方，对，很吸引人。对，然后不过你刚唱那这不是 EDM， 这个是 rock， 这比较摇滚，比较 rock。后面还慢慢进入到有点 metal。对对，然后在后面有一点 dubstep， 所以上这种音乐人的节目要特别小心，一点点话讲错都会被揪出来，严格的审视。哎呦，丁老师，对不对？你可以不用取代什么周星驰，真的做你自己就很好，直接做儿女就直接把自己取代掉。但是我觉得你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可以做，去做广播主持人。哎，为什么？他声音好听。欢迎大家收看综艺大人。哦，可以不用看到人。他可以自己 Q 自己讲很久。哦，对，是很强的啦。
自嗨，自嗨，自嗨。我觉得话语是那个，因为广播主持人很重要，是自言自语，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哎，我们平常聊天很会聊啊，你要自言自语很不容易，有点难度。这他可以做得到。哦，我就辞掉这个工作，我去当广播员了。也不要，可以兼行。对啊，同时兼职歌手，歌手同时你也是一个 DJ， 人家露露也是出唱片嘛，对啊，然后也演戏、主持、主持，对，都真不要脸。没有，真心话都讲出来了。怎么这样子呢？不好意思，刚刚那不是我说，我保证发誓，那是我的心声。你还是讲出来了。怎么就是这么诚实？太坏了，小坏控制里面跑出来，跑出来，要控制一下。啊，来来来，不错，来一起来看看到底能不能获得16票以上的肯定，请给分。一票两票，哎呦哎呦，28票，理所当然。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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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最高分吗？蔡恩宇，哎呦，目前的冠军呢？哎，对，黑色的。哦，对。好哎，恭喜，谢谢。哎，很少这种情况哦，就是说，人家希望他签名，他签完之后还谢谢，还给你，谢谢，有做纪念，报上哦，谢谢可爱的恩宇，好，加油加油，哎，周定伟，哦，来，森哥好，模范生，你的。你看定伟也是出唱片嘛，是吧？对呀，数位单曲，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定伟是。老天爷欠你一个公道，对，是该冲出来，对，是该有机会的，舞蹈也好，歌也唱跳又帅又帅，对，也帅帅的，为人也谦冲，嗯，对，我觉得可能是祖坟的问题，风水风水的问题，祖坟，对，然后你跳舞的时候又有点像孙协志，对，孙也蛮像，会不会是被带赛？应该不是吧？不会不会不会，没有啦，走出自己的风格，一次骂两个人。是是，介绍一下这个。好，这次的新单曲《模范生》呢，是一首电子舞曲。哎呦，哦，真的就是 EDM 了。对，真的就是 EDM。它比较特别的是，你看《模范生》的“模”是魔性的“魔”，嗯，所以呢，这首歌就在讲说，就算你是模范生乖宝宝，你也会有内心深处最可爱狂野的一面，就像刚刚我讲话里面突然间有心声冒出来，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才是你的真我，你内心的恶魔，找到自己的真我，坏坏，那是可爱的小恶魔，找出来，宝贝，宝贝，说得好，不叫不叫，好可怕，不叫不叫，模范生，今天想要挑战谁？我今天要挑战的这位呢，也是我从小的偶像啊，哎呦，但是因为这首歌太经典了，嗯，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抢他！这首歌已经30年前的歌曲了。今天大家不要再爱不完了，今天要给这首歌一个全新的生命，对大家没有看过的诠释方式，是电子 R&B 的改编哦。感谢阿咪老师帮忙改的这个电子 R&B 的曲风，再加 R&B 这样，对大家会听到完全没有想象过的，对你爱不完，再加 R M 呀 ，R M 在里面 ，R M Remix， 那这样听起来有点恐怖。宪哥别担心，宝宝不喵。不是，你如果是电子的，再加 R M， 那很恐怖，会出来声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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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M B R M B， 来一起看看原曲好吗？郭富城的成名代表作，节奏轻快，朗朗上口，加上郭富城招牌式的手臂旋转动作，舞曲味道十足，深受当时青少年歌迷的喜爱。这种叫经典的这个曲子，因为大家根深蒂固，你要对它有改变，然后又让人能接受，难度非常高，不容易，好好加油哦，没问题。除了音乐的风格改之外。舞蹈也会颠覆吗？当然，当然。他刚刚讲没有在对这个东西已经拿掉了，不会有这个。这个是我们这个耳熟能详，而且是已经习惯的哦。太土了，你要是没有这个的话，我觉得未必会取代哦。那你也不能这样就改成这样。What's your name？ 这样也不行，变两首也不行。What's your name？ 哎，不好看。好，来一起带来这首《对你爱不完》哟。
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了我，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短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怕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沉默交给你，把微笑当作心，却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欠他一个公道。你是台湾的希望啊！那个歌阿咪真的编得很好，编得很好。然后最主要是音乐风格改变，是要歌手能够跟得上。对对，我觉得周定伟完全抓住刚刚的音乐风格，诠释的太棒了。哇，我觉得你是在带领乐队，这种演唱乐队基本上是小巨蛋级的，大演唱会这完全 pro 级的。你今天的表演让我瞠目结舌。哦哟，我觉得你绝对有出专辑的实力，绝对有，好吧？真的，你不用取代谁。你就做周定伟就对了。我们现在立刻来举牌了，举牌，三、二、一，请举牌。哎，我可不可以加分啊？哎呦，红不让，三十一分啊！破表，太棒了，太棒了，太厉害，可以骂人吗？啊？你怎么可以骂人？我说太棒了呀！你刚刚说破表，破表，破表。分数破表，请看，你有没有？他有没有说破表？破表，破表是骂人吗？破表，破表，是你这个破表。破表。爆表，可以爆表，可以爆表。OK， 没问题。签一下。这个直接拿唱片合约给他签比较 OK。拿这个去换唱片合约。对，谢谢。来，谢谢哥。好，谢谢，太棒了，谢谢定伟，恭喜。一组、两组、三组、四组，够了，长度够。差不多要结
束了。大天真的不要来闹。对，前面表演这么好，安排在最后一段就是想咔嚓。对啊，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过来，去一下好了，去一下。不在乎我们的决定。因为在他后面压力确实蛮大的，真的有压力。但我的风格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了。你要挑谁啊？你要挑谁？小哥费玉清啊？那是做 mountain， 你要挑战他。好，那你就坐着跟他呛一下好了。节省时间。我是说，小哥已经出道45年了。来，我个人觉得他应该可以好好的退休，准备休息一下。哇！因为呢，我个人也会模仿，也会唱歌，还会说黄色笑话，都不好。所以，我今天决定要当小哥的接班人。那你要到紫禁城，先过玉门关。来，黄色笑话一个，我们听听看。这个是这样子啊，咔！要用小哥的模式，哎。这个其实呢，有我常常去拜访一些不同的地方，不像吗？是要更轻一点，常常去拜访一些这个不同有不同文化的地方，要再慢一点啊！这个还是小弟呢，经常啊，手要摸，对，要摸啊，经常啊，去拜访一些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不一样的习俗啊。有一个地方是这样子，他们常常会用蛋泡这个童子尿。我想说这个到了这地方已经知道有这样的习俗了，那就干脆不要吃了嘛。他说赶快吃这个蛋了。我说算了，我对蛋过敏。他说那蛋不要，你把汤喝了吧。好，怎么呢？来，我们一起来看原曲的 MV。 树上小鸟啼，江畔帆影。原唱为1941年李丽华为电影《新茶花女》所演唱的歌曲，而小哥费玉清被尊为华语流行歌曲混搭传统风格的开山始祖。哎呦，这首原唱其实是李丽华。他也不是原唱。李丽华就演过《江山美人》对，他就是传说中的江山美人。江山美人，很老的歌，我妈妈最喜欢看的一个。1941年的时候，对，这么久，正德皇帝。对，我《江山美人》，我妈看了快100遍了。我都会唱。真的吗？今天就挑战这一首。是，但我在这边还是想跟制作单位讲一件事情，以后不要把我排在周定伟的后面。真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制作单位，你也要考虑人家剪接的方便。对，排第五组比较好剪，对对。对呀，你在中间一直出现，然后又最后对，一直互动来互动去，很难剪。来，天上人间用什么方式来演？我就用原版的方式唱原版，但是我还会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的表演，就大家稍微跟前面四组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剪掉。朱定伟在你的前面，是不如连他的平台也用了。直接就结束了，不来电，还不用下道具。来，一起来欣赏《天上人间》。江畔帆影翼，片片云霞停留在天空间，阵阵虚云风轻轻吹过，道如波涛流入线，
哎，真的是吓了我一跳，哥哥啊！哎，啊，上课啦！哎呦！哎，今天上什么课、啊？这个音乐教室啊，好久没有上课了啊！谢谢，哎，对对对，哥哥，你看一看，今天的这个其实这音乐教室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看今天现场有你，有我，还有吴宗宪，宗宪哥，旁边还有，哎呀，怀念你呢，耶耶，旁边这个女生我记得，张小燕，哎呦，不过。不过啊，是不是这个师徒久了，这个张小燕怎么看起来这么像陶晶莹？哎，对了对了，忘了介绍后面这位，我的好朋友孔锵。哥哥哥，他是阿咪。是阿咪啊！我想说阿，我想说孔锵的头发怎么变这么的茂密？不是哥哥。我今天唱歌唱得好好的，你现在这个时候出来是什么目的啊？出来当然是要宣传的。哦，你要来宣传呢？对对对，你宣传什么？我要宣传综艺非常赞。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有什么好宣传的？啊，不是才做六集而已。其实没关系啦，我觉得做不做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做表演一定要把它做好，哎，要做得对得起观众啊。说得好，像你就最对得起观众。哎，怎么说？因为你很久没有出来表演了。你说这什么话？我当然是最对得起观众，但是不是你讲的那个原因？不是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啊，我钱已经先领光了。哎，不是，那我们今天音乐教室总得上点东西。对，聊正经的。好，我们今天聊经典啊，经典。什么叫经典？这个经典啊，就是像比如说小哥你出来，就一定要讲个有颜色的笑话。好，今天给观众带来一个吧。我刚刚已经讲了一个不怎么好笑的，再补一个。再补一个啊，是这样子啊。这个男人呐，跟女人告白啊，通常就是两个下场。两个下场。一个就是啪啪，另外一个就是啪啪啪啪啪啪。不要你们老师 Q 我讲，你自己不贡献一个怎么行？哎，那我就讲一个关于我老二的故事。太长了，不说了，不说了。可以可以，还不错，还不错。对，但是这个音乐教室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聊一点跟音乐有关系的。哦，对对对，今天就是哎，要来挑战经典原唱。挑战。接下来这个我帮大家翻译一下，我们的接下来唱的这首歌，唱完之后你就会忘记真正的原唱是谁了。哎，对对对，会让观众不知道正原唱是谁。一定要讲，是不是？好好，带来这首歌曲啊，《帅到分手》送给大家。坦白说，我也是第一次唱啊。像没人要的刀，风在吹着我，感觉超悲哀。你说要分手，直白的借口，因为怕被我甩。现在你只想要跟我拜拜，太突然了你。现在我只想要拜拜，他他妈的个逼啊！不用再争到底谁对谁错啊！看到了你，你进我退。如果我付出，你当无所谓。爱情失败到分手的罪，哎，就让我来背。女人的珍贵，青春不能浪费，悲剧收场，只要一个人狼狈啊！然后 stop， 干脆不要那么累啊！我呸！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你选择向前走，现实将我抱走。我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你选择向前走，原来你是高手。我摔到分手， When I give you all my love, you push me back, I don't really care
两位不逊色，不逊色，哎，所以你要看到人呢，选对了战场就对了。对啊，你要跟人家比歌舞，比什么？先不要歌舞，哎呀，那些比起来，你们就是多耻的。也没有，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你们两个一搞笑，然后在台上表演，你就是可爱的屎，知道吗？好屎，好屎，好屎！谢谢哥，谢谢。完美，是哎，不错哎，不错，好玩好玩。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有一个不舒服的地方。哎，飞哥，你拉链，你给拉链从头拉链，为什么要这样？我想说可以带来一点小彩蛋哦，关于你老二的故事是太长了，不说了，不想看这个彩蛋。老师怎么说？老师，哇，这个小哥费玉清的唱腔啊，在台湾的歌坛几乎无人可以出其右，是一座高山呐、啊。但是呢，小哥不只是因为他的唱很好，是他的说学逗唱的能力。说学逗，我觉得大天是真的有抓到精髓。所以小哥不在台湾的这段时间，随时补位，对，绝对有你的份儿哈。都是你在好好的忙，绝对有，赚了很多这种钱。林老师啊。山猪也说两句吧。你也看到哎，不好意思，不太熟悉哈。山猪，山猪，你那个把布不错。把布不错，来来，把布给老师看一下，把布。算了。把布。我觉得哈，在台上双人组的表演一定是一个主角，一个配角。对啊，你两个人不能争主角。我觉得山猪这个配合配得很好。哦，非常好，对不对？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上看到那个飞哥是主角，是，但是大天他们的表演不是，哎，倒过来。哦，我觉得他们有抓到这一个。谁主谁负的这个精髓，红花也要绿叶嘛，是不是？那红花绿叶，千万别忘了花盆。哪里？花盆在哪里？啊？哦，这个是花盆，是不是 ？Hello， 哎 ，Hello， 花盆。哦，哎哎，花盆好起来了，谢谢你们让我们来投票，我们来投票，三、二、一，起投票。来，有一个不喜欢你是怎么样？怎么样？哪里不好了？蔡恩宇的这个粉太油腻还是怎么样？哦，蔡恩宇的粉。哦，那就29票了。哎，那你是油哎。啊！摔到分手，我你居然要签摔到分手，怎么会摔到分手上面签名？哦，天上人间的。那我们一起签。哎，好。Hello， 时间有限，自己爱怎么签，你去骑你的重机吧，还是让我签？尊重一下飞哥，是啊。哎呦，快没有了，松懈了，继续哎。好的，恭喜他们，再次谢谢丁巧文老师，每一位都好好加油，好吧？人生的路就是自己开拓出来的，好吧？路不等你，你直接走上它。恭喜大家，明天同天继续回到他，祝你大乐大吉。